原来乌克兰总统也会说中文吗？上周泽伦斯基在推特发了一篇简体中文的推文哦，感谢联合国大会维护乌克兰领土完整，获得60000赞，底下充斥着各式各样的中文留言。原来前阵子联合国大会上面呢，有143个国家压倒性的决议要谴责俄罗斯，并拒绝承认他们并吞乌克兰的公投。于是投票结束后，泽伦斯基就分别用中英法阿拉伯等联合国官方语言发推感谢。但因为中国当时投下了弃权票，所以很多网友认为这篇中文感谢文很明显是在偷赞中国不是自由国家。而有趣的是，底下有很多的中国网友还因此特地表态自己支持乌克兰，并说出中共政府无法代表我。这篇推文受瞩目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语言的版本，看来有很多的网友是真的很惊讶。